目睹男友偷情影片，渣男求和这样做，我就发现一个，哎，这个资料夹怎么没有看过？点进去之后呢，出现了七部影片，就那女的自拍，然后她就在旁边，哇，然后她就这样，哇，然后这样。哦，我就忍到他回家，就拍给他看，他一看到那个，然后瞬间就直接跪下来，跪下来说：“你终于到了。”今晚八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